2023年度嘅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四会及赛事，今日嘅辩题为甲方乐坛颁奖礼奖应由乐民主推为主，乙方应由专业评审组推为主。对赛双方为正方保良局代表学校。評審淨係話緊葉嘉玲、唐明丹嘅甚至團子，之前
我睇到 Justin Bieber 嘅歌手破裂格林美，就反映連業內人士都質疑專業評審制度係欠缺代表性嘅。第二，從頒獎禮角度，用 Organization 有助提高公信力。所謂公信力，唔係靠自己講，而係要取決於公眾觀感。一個頒獎禮要夠公信力，最重要係令公平公正睇得到。評審機制屬小圈子，容易操控，更大問題係利益衝突，同為音樂圈中人日常交往文字，甚至私交甚多，亦充滿利益交換。例如作曲人希望得到唱片公司嘅賞識，唱片公司有需要爭取喺電視台嘅曝光。無論評審係點樣組成，都改變唔到業界係唇齒相依、利益交纏嘅事實。公眾睇喺眼入面，自然質疑之聲不絕。相反，由樂迷票選，過程結果公開透明，所有人都可以追蹤投票數據。如果出現到異常、懷疑做馬，亦都可以迅速發現，令人更有信心。進一步講，公信力代表住認受性，亦代表住發展前景。就好似新城競爆頒獎禮咁，多年嚟都被質疑得獎名單係瞓住咗，受重視程度明顯不及叱咤同超級。當公信力喪失，影響力亦會喪失，同時消失嘅係包括廣告同贊助商，頒獎禮將難以為繼。最後想問友方，專業評審最多120人，又點樣比得上100萬人、1000萬人去投票更具代表性呢？專業評審嘅利益衝突又點解決？多謝各位。政府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48秒，而家係反方主辯，你有幾分鐘？
便提講獎項。獎項結義在於給予一得獎者一份肯定，從而得到知名度同出鏡率，從而令唱片公司相信歌手有質素、有市場，從而得到更多資源繼續出歌，繼續創造出更好的音樂。所以 Mira 爆榜幾年，有驅逐良幣，係有不同歌手淡出歌唱有市場㗎。如果樂迷投票情況是必然變本加厲，因為樂迷投票等於得獎者為最具知名度的歌手，出名的更出名，無名氏的繼續寂寂無名。四三家仲有冇可能拎十大金曲呢？樂迷較少唱功較好的柳盈婷男歌手獎方面，是不是會被消失半年的姜濤掃走啊？一代新人點勝舊人，樂壇馬太效應，窮一窮，富一富，小新人冇活躍。對比之下，專業評審會考慮音樂有不同的類型，會肯定有實力值得攞獎的藝人，令樂壇得獎是得位相配，令得獎作品更多元化，不是更好的咩？最後提有方回答大家，有咩範疇的音樂文化頒獎禮是由粉絲投票去投選，而並非專業評判呢？而有方有冇可以負翻基本責任，解釋一下有方方案的可能性？樂迷會以乜嘢方法去選出得獎者呢？多謝各位。因為辯員回答問題，並打斷對方發言詢問，回答方不得反問，亦都唔可以打斷公辯一方發言。如果有違規，公辯一方可以即時指出，評判認同，可以直接扣分。每次一分，如果公辯一方如常發言咧，評判就可以自行決定要唔要扣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如果冇嘅話，請評判注意填寫公辯分數嘅時候，請注意呢個填寫次序，特別係反方分先，第一格係發言。是回答分數之後，第二格是發問分數。如果沒問題的話，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員進行公辯，之後你可以自行揀一位辯員。反方辯好，正方公辯時間開始，你有兩分鐘時間。有方剛才是主辯頭一分鐘就說話好的音樂要令人共鳴，有方是不是有這樣說過？是啊。令人共鳴這件事到底是共鳴的同同是多於一個人的感受才可以令人共鳴？是啊，所以專業評審他就可以做到咯。那好啦，共鳴的意思是要凝聚大家，我們見到凝聚大家的話當然越多凝聚越好啦。再問有方同學，你同不同意好的流曲應該是一種文化技術，一種集體回憶？我同意啦，現在我同意就好啦。咁嘅話，我又想問有方啦，你認為千萬計嘅樂迷更能夠反映到集體回憶啊，定係抑或數以十計嘅小圈子評審更加能夠反映個集體回憶啊？就係由樂迷投，但係而家樂迷投就得啦。有方咪承認咗樂迷投嘅話，就已經係更加反映到集體回憶咯。好啦，我哋又問有方同學啦，究竟專業評審而家係由邊一個揀嘅咧？專業評審咪就係按照一啲唱片騎師都有專門嘅數量啊？你係由邊個揀？他們由誰選？但是他們有一個質素在這裡。其實有方同學都沒達到的，我們看到現在其實專業評審就是由他的主辦單位，他的電台，即是電視台選選，而最後他們也在主辦單位。有方同學認為一個主辦單位會不會選一個跟自己立場對立，或者跟自己的價值不一樣的專業評審來去到 做他們的專業評審？有方同學，其實我現在都是問你到底主辦單位會憑什麼準則，但其實有方是沒答到的，因為有方同學都不敢承認一件事，就是其實如果當電視台是有這個能力去選擇篩選這些評審的話，他們可以選一些 有利自己和自己關係好的評審，從而他們可以影響甚至左右最後的結果。有方同學，請問你同不同意現在頒獎典禮的專業評審是應該有一個唯一的準則呢？但是現在專業評審就有一個唯一分析能力，是有高分析能力，但有唯一準則。這個唯一準則，你同意主辦單位有最後決定權呢？我同意啊，但是現在同意就得了，因為主辦單位如果有最後決定權的話，那就是說這個評分標準是可以有利於這個主辦單位他們想幫的歌手、想幫的歌曲。因此這個小圈子的選舉本身就已經有不公開、不透明、不公平的地方，你同意？我不同意啊，因為現在我為止按照自己主觀感受去投票。有方，而家正方公辯環境嘅結合
就一分鐘嘅時間可以同你傾。有方同同意按頭頒發獎項係需要考慮佢嗰一年嘅音樂表現咧？有方同學啊，嗱，我覺得除咗考慮音樂表現，有方除咗考慮音樂表現，即係有方都承認咗啦，係需要考慮佢嗰一年嘅音樂表現嘅。咁有方同學點樣解釋古天樂喺2018年得到我最喜愛男歌手？請問佢嗰一年有咩表現咧？有方同學，我認為咧有呢個樂壇嘅選出，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啦。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嗱，我哋排除其他嘅因素，咁質素重唔重要咧？歌曲嘅質素重唔重要咧？當然重要。嗱，當然重要，有方就承認咗啦。咁你點樣解釋古天樂喺2018年得到我最喜愛男歌手獎咧？我認為每個人都有可能有唔同嘅對於古天樂嘅音樂嘅。音樂即係樂迷咧，樂迷之後按照一個主觀嘅感受去投票啦。咁點解唔係同年嘅張敬軒、陳柏宇、陳奕迅同周國賢等等去拎我最喜愛男歌手獎咧？點解係佢攞咧？點佢嘅音樂質素、佢嘅音樂歌唱技巧係咪比佢哋更加有實力咧？有方同學，你唔中意古天樂嘅話，其實我認為由呢個樂迷投出古天樂，其實可能佢有自己選出古天樂嘅原因啦。有自己選出嘅原因，即係等於咧。甚至乎佢自己上到台都話自己唔識唱，自己唔識唱歌，攞呢個獎真係冇嘢好講。連佢自己都認為自己唔值得攞呢個獎嘅時候，係咪等於對樂壇嚟講係一個好嘅發展咧？我唔同意你前面講嘅嘢啦，就係古天樂佢所講嘅自己唔應該得獎，可能純粹係佢謙虛嘅啫。我純粹佢謙虛，但係佢自己都覺得佢自己唔值得攞呢個獎喎。喺公面環節結束啦。咁而家公辯環節結束咧，正方第一辯辯，你有三分鐘時間。在座各位大家好，聽完有方台嘅開辯，先睇下有方台嘅錯誤先。有方台就話啦，專業評審可以更深入、更客觀咁樣去睇一首歌係咪一首好嘅歌，但係好明顯咧，佢哋就係對我方係一開辯提出嘅定義避而不談。我方多次強調流行樂就係大眾喜愛，而有方台開辯已經講過流行樂，即係呢個音樂咧係要引起共鳴嘅。咁既然有方台都知道一首歌好唔好聽係主觀，係要睇佢引唔引得起共鳴嘅，唔似一條數學題咁有明確答案。因此又可見，我哋其實樂迷都有權去發表佢哋嘅意見啦，因為係佢哋去被引起共鳴噶嘛。然後回應翻有方台嘅古天樂喺2018年落得最喜愛男歌手啦，佢其實係靠男朋友呢首 K 歌去打動人心。咁既然呢啲樂迷咁中意聽佢嘅歌，咁我方認為如果係咁嘅話，佢都係實至名歸嘅。再講啦，有方台話專業評審可以更多元，但係咧其實呢件事係事實出錯嘅，因為我哋見到好似吳業坤咁嘅歌手，出道一年幾喺人氣再非常之低嘅時候，就已經獲得我最喜愛男歌手。而有方台口中所講嘅姜圖咧，其實都係喺只係出道咗一年幾，人氣再非常之低落嘅時候，就已經去獲得呢個我最喜愛男歌手啦。由此可見，樂迷其實係都可以發掘到唔同方面嘅人才。而既然有方台想更多元，咁咪可以加更多唔同嘅獎項去表揚唔同嘅歌手咯。聽翻我方嘅論點，我方第一個標準係體現流行樂嘅本質，以人為本。既然頒獎嘅目的係要予以肯定，咁評選嘅標準一定要同獎項嘅性質相對應。就似你喺一場辯論比賽揾朗眾評審評分咁，唔通又合理又彰顯到獎項嘅價值咩？而今日要衡量雙方利弊，我哋可以從歌曲、歌手同埋技術三個角度出發，先睇歌曲。基於樂壇容納嘅係流行曲，獎項上表揚嘅就係邊首歌最能深得民心，或者好似有方台所講嘅引起共鳴啊嘛，咁就要吸引唔同口味嘅聽眾啦。由樂迷選出，咪最代表到大眾口味咯。相反，由評審選出為主嘅話，既唔直接，又同大眾口味有距離，既迂迴又荒謬喎。再睇下歌手，作為一個出色嘅歌手，唔只要以動人嘅歌聲，更加要形象好先至可以吸引到聽眾。人氣就反映到呢兩個特質啦。換言之，人氣就係評選歌手最主要嘅考量。全民投票係最能夠反映歌手人氣嘅。評審只係小天使，同時亦未必從大眾考慮嘅角度評分，唔具備代表性。
最後是技術獎，例如最佳編曲等。基於所表揚的包括專業知識的運用，這些獎項就算由專業評審選出亦無可厚非，但因為獎項的整體數量較少，迴響也較少，和樂方面是沒有衝突，因此由樂迷投票評選為主，更能令表揚體現到他的音樂標準。最後請有方同學論證，第一，評審比樂迷本人更應該選出樂迷自己最喜歡的歌曲歌手，以及第二，專業評審閉門評分比公開樂迷票數更具公信力，否則我方面是成立的。好，主要是服務聽眾，又即是著名監製黃新亮所講的樂壇最
重要嘅部分咧，就係聽眾呢啲講曬研究方，希望你都可以提供翻啲咧你嗰邊嘅專業嘅專業説法。第二個就係咧，我哋亦都同樣重視多元教育。咁但係同埋我坦白先，咁咧我一陣間咧就會講到咧點樣咧，我喺呢兩方面都可以做到有方今日所提出嘅標準。首先第一就係有方咧講音樂質素啦，咁佢就話樂迷投票之所以做唔到，係因為佢哋主觀感受啊。但係首先我哋係主觀感受點解？我諗到藝術嘅背景係客觀嘅啦，就算專業評選你又可唔可以話佢係100%客觀嘅咧？每個人都有唔同嘅音樂口味，專業評選亦都係人，佢哋到底係唔係真係可以完全客觀咧？更加嘅就係啦，就算真係完全客觀，又係唔係真係好咧？睇嚟今日咧，要淨係用客觀感受咧，就等於呢樣嘢係有方一廂情願。嗱，點解我會咁講咧？我哋見到牛津大學音樂專家咧 ，Jeremy Montagu 就曾經講過，其實流行音樂最緊要嘅就係要有獨特嘅集體回憶、身份象徵同埋文化記載。我哋見到呢三樣嘢咧，全呢個十一至幾十人嘅評審入邊，到底係咪可以睇到全港人嘅集體回憶咧？2014年叱咤嘅我最喜愛歌曲係《撐起雨傘》，到呢一首歌係最代表到香港當時嘅政治環境，一部小部分嘅評審，甚至一啲評審係有佢哋嘅既定政治立場，又或者佢哋嘅電視台都固定既定嘅政治立場嘅時候，到底佢哋又唔會投選到呢一首可以更代表當年香港嘅歌咧？好啦，我哋又再睇啦。有方同學又話啦喎，例如話咧，張天賦嘅小心地話咁樣啦，正常樂迷係解釋唔到佢嘅真假音轉換喎，係我哋係解釋唔到。但係而家香港樂迷又唔欣賞佢咩？香港嘅樂迷又認為小心地話唔係一首好歌咩？唔係啊，我哋啲解釋到咁深入嘅，唔代表樂迷就就唔識分啊。而其實黃沾亦都講過啊，而家其實樂迷係點樣評價？其實流行曲最緊要嘅咩？最緊要嘅就係悦耳動聽，易記易唱。呢啲其實樂迷亦都可以做專業判斷㗎。而其實最後咧，有同學咧又話啦喎，會令到歌手單一化喎。但係其實我哋見到嘅就係唔係啊？因為原來喺2021年嘅叱咤我最喜愛男歌手歌曲，四個月後超級同樣係樂迷選出嘅，佢攞獎嘅係林家謙喎。之後今年亦都係一開始係姜濤，之後係盧漢庭。我哋見到嘅就係其實改朝換代同埋不停就算樂迷投票都唔代表永遠都一式一樣嘅結果。呢方面係有方今日忽略咗嘅。好啦，上場就想問有方啦，到底今日嗰集體回憶幾十人、幾萬人㗎，定係十幾人㗎，係更為準確嘅咧？多謝各位。所以今日我方同友方嘅分別咧係。
你話專業評審單一，但係你所講嘅國民又係咪大，又係咪多元化咧？所以咧，先同評判咧做一個簡單嘅投票啊。首先咧，如果以下幾首歌咧，你聽過五次以上咧，請你舉手啊。嗱，首先咧係 Polish 嘅 That's OK， 第二首咧係黃心穎嘅 Tell Me， 第三首咧係魏俊生嘅第一國民，最後咧係青差獲獎之前，有冇人有聽過石山街嘅石山派咧？嗱，所以好顯然地咧，顯示樂迷咧唔係所有歌都聽，但我哋今日專業嘅評審咧就係在於佢哋咧會接觸唔同大量嘅音樂，唔係咧喺未聽歌之前咧就已經剝奪咗以上歌拎獎嘅機會，呢啲又係咪有方樂迷説之下咧解決到嘅問題咧？多謝各位。佢阿媽係以
換友，更加係想以歌換友。所以今日咧，我哋唔講 Miwa 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啦，而家同大家頒發一個全場有歌謬誤大獎頒獎典禮。第三位係許廷鏗嘅《停半分鐘》，停一闕歌。無下在鬧市裏，停半分鐘，停一闕歌。有風話咧，我唔係人數多，所以咧有公信力，有認受性。但其實啱啱咧，連投票方法都有幾個可以作弊嘅時候，仲要其實啱啱以父都做過一個投票，同大家講，其實大家聽嘅歌咧根本就唔多，所以你唔好再自欺欺人啦。其實咧唔係首首歌咧，樂迷大眾都有聽過嘅時候，根本就唔係有方所講嘅公信力、認受性。其實咧，大家完全可以代入係一個中意睇辯論比賽嘅人，同埋辯論比賽嘅評判。點解辯超聯要有評判名冊啊？點解要知道佢哋嘅資歷咧？就係因為咁樣就可以確保到我哋唔會有利益衝突。你唔會係我阿媽個家姐，所以過嚟評判。而且今日有方同我方都唔會去質疑呢場比賽結果㗎。咁擺翻落樂壇嘅時候，點解有方又會覺得樂迷為主係合理呢？第二，林奕匡嘅《高山低谷》，你快樂過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幾多人位於山之巔，俯瞰我的疲倦，疲倦。就係前場同你講過一班消失咗喺大家眼底嘅歌手啊，其實今日有方根本就冇提過佢哋㗎。唔記得原來有一班因為冇攞過獎嘅人已經唔見咗喺大家面前㗎。佢話因為人氣高咧，就先係有實力。咁呢班係咪冇實力咧？前場同你講陳柏宇講 C.O. 三，佢哋係咪冇實力咧？佢即使冇實，即使呢班有實力嘅人咧，其實最後都淨係可以拼命去生存。我唔單止係幫呢班歌手去發聲啊，更加係為咗樂壇嘅質素而發聲。即使有方講咧，專業評審咧都冇辦法保證到呢班有實力嘅歌手全部都攞到獎，但係局面一定會比起你嗰個連投票方法都會有作弊嘅樂迷為主好好多。咁啊，呢一班歌手都係經過專業評審，全部都知道佢哋究竟每一個歌唱技巧係幾好，佢哋天生嘅資質作為歌手係幾好嘅時候，先係一班有實力、有潛質應該要發展嘅歌手。第一位係陳奕迅嘅《K 歌之王》。便宜地唱出寫在情歌的情感，我唱得不夠動人，你別皺眉。頒獎禮嘅評核方式同攞獎嘅歌曲質素係成正比㗎。假如係專業評審，歌曲質素就會趨向專業；但係如果係樂迷，咁歌曲質素只會係趨向大眾。好似今日有方講咧，全場同我哋講話流行樂啊，樂壇咧根本就唔係好似有方眼中咁狹窄噃。其實我想講，古典樂同樣可以係樂壇㗎，但今日係有方作為一班樂迷大眾唔認受古典樂都係樂壇嘅一種。而正正就係咁樣令到樂壇情歌化，冇新意，冇突破，為咗迎合大眾，令到質素下降，並唔係將樂壇同埋發展樂壇樂迷同埋發展潛力劃等號。其實有方都知道㗎，樂壇音樂唔係等於數學題咁樣㗎，唔係咁單一㗎。但佢自己就行出嚟同我哋講話流行樂，正係全場都同我哋講流行樂嘅時候，咁古典樂係咩啊？古典樂係咪就唔係音樂，唔係樂壇咧？所以其實最後唱得不夠動人嘅時候，皺眉嘅一定唔止係有方。先可以提升樂迷嘅鑑賞能力。最後想回饋翻樂方主編，樂壇係追求音樂嘅質素，有高質素嘅音樂先至可以陶冶性情。著名樂隊 Beyond 二世主唱黃家駒曾經都講過：香港沒有樂壇，只有娛樂圈。所以今日時今日，我哋要以一個專業評審嘅樂壇，俾一班嘅樂迷畫翻一個專業公平嘅平台俾歌手。多謝各位。分析嘅，所以就要靠專業評審去審啦。但我方就認為，音樂尤其係一首好嘅流行曲，係取決於聽眾嘅感受㗎嘛。
同嘅。好啦，今日我方支持面壁係有兩大原因嘅。第一，由音樂出發，更加能回應流行音樂嘅本質。我方方面提到啦，流行音樂本質要吸引大眾，想吸引到幾多大眾係重要嘅成功指標。顯然啦，樂迷投票為主，更加能夠反映大眾口味，相反評審為主，只係反映一小撮嘅口味。其實呢點有方係冇否認㗎，不過有方只不過認為大眾係漁民，需要重視啫嘛。咁亦有方之後就又話啦，覺得人氣高嘅咧就唔應該褒獎，因為佢已經夠多人中意咯。咁佢哋有方佢點解唔可以再褒獎佢哋咧？有方點樣論證呢種人氣高褒獎嘅壞處啊？佢話咧 ，Mirror 就驅逐良幣，但之後冇論述究竟有冇邊個歌手褒，因為 Mirror 太勁，所以我推出樂壇啊，咁佢完全係冇論證，冇論述過啦。相反，香港樂壇一直都俾人救命，就係好多過去十幾年嚟都俾人救命，樂壇已死啦。之後最近呢幾年先話討論翻起翻生氣，或者有一首聲音叫做樂呢個吳林峰合作嘅樂壇未死嘛？點解其實都係同 Mirror 帶嚟嘅人氣有關係嘅喎？所以證明咗其實我哋今日有方好重視嘅樂壇發展，係咪可以同人氣完全脱鈎咧？一班大家喺度雖然好努力咁做音樂，但默默無名，推動唔到樂壇嘅發展喎？點解？因為樂壇我哋需要製作費，我哋需要優秀嘅詞人，需要優秀嘅歌手，需要優秀作曲家，呢啲通通都係需要資金噶嘛。第二由頒獎出發，由樂迷票箱有嘅提供公信力嘅喎。樂迷投咗幾多票，有實數可以睇啊，或者係頭先日方提出嘅水光或者買電話卡都可以查翻出嚟啊。但有評審點解投下呢一票？除非你評審心入條蟲啊！如果唔係，根本就冇人知。點知嗰票出於專業判斷地海底交易啊？好啦，我哋今日咧其實有方承認咗流行曲應該要講共鳴，有方覺得主觀感受呢件事係好差，但係如果冇主觀感受，如何引起到共鳴呢？多謝各位。4:07需要扣分，比賽咗一段落，請大家稍等。咁提提評判，最佳辯論員係需要額外評分嘅，就是、需要喺今日大海台上辯論入面揀比較突出嘅三位，之後再最好嘅一位前30，次佳嘅20。
真係兩邊其實舉證都幾困難嘅。咁我都有幸其實兩邊嗰條主線咧都十分之清晰嘅。雖然聽落去好似有啲唔同，咁但係其實不外乎咧幾樣嘢啫。第一就係嗰個公平性啦，第二就係質素啦，第三就係嗰個樂壇嘅發展啦，或者可能點樣流誒回應到流行唔同嘅本質啦。咁其實呢兩邊咧，其實兩方面嗰個開面我都覺得幾清晰嘅。咁可能我哋繼續去睇落去嘅時候，就睇下嗰個辯論比賽點樣發展啦，咁從而會講啦。咁但係如果要除咗呢四個標準之外，兩方面有啲乜嘢嘅本質，即係樂迷同埋呢個音樂評呢個專業評審嘅本質，有咩可以凌駕到對方呢？我就覺得兩邊應該都要做多少少嘅功課。例如甲方佢講緊嘅樂迷，我略然就會覺得係樂迷呢個元素咧，你哋好講嘅係強調頭先四個標準講嘅其中一個就係公平性。OK， 好公平嘅，人多嘅公平，我少人少人啦，多嘅多嘅我少。咁呢個邏輯係合理嘅，但係未必話係一個好，即係可以打足全場嘅邏輯咯。咁呢個就要即係涉及到佢第二點就係個質素，你點樣去確定咧？即係我哋去諗咧，就係樂迷嘅質素喺呢近啲可能十年十幾年嘅時候有冇一個提升喺度咧？我相信呢樣嘢可能係你哋可能要做多啲功課嘅。譬如係乜嘢咧？譬如例如講緊話而家樂迷其實聽歌嘅成本係越嚟越低嘅，又或者講緊嗰啲創作歌手佢嘅製作歌曲嘅成本越嚟越低啊。以前我哋講緊一首歌話，我唔係音樂界噶，以前講一首歌可能慢慢地即係九十年代去日本製，即係香港界啊，日本即係編曲啊、作曲啊咁慢慢地一首歌可能數以幾十萬、幾百萬嘅錢都唔出奇嘅。但而家可能有個歌手佢攞住個即係即係蘋果嘅電腦，佢可能會好快咁啊作首歌，好快咁發布，可以喺 Spotify 嗰啲全部發布。咁其實呢個會唔會就係其中一個覺得可以即係落多少少包嘅地方，就係喺質素方面，其實樂迷去接觸一啲歌手，或者係一啲歌手去發布歌曲嘅時候，已經係比從前有優勢嘅時候，呢個係樂迷除咗喺你哋嗰、那個投選標準嗰個公平上面，其實樂迷嗰個質素其實一路提升嘅。亦都可以單從即係可以再從嗰、那個頒獎典禮裏面嘅一啲即係啟示啦，每一年攞嘅嘢，咁再去大家去發掘個樂迷，因為大家即係睇嘅嘢唔錯嘛。咁我覺得呢點，我覺得可以從質素方面咧可以講多少少嘅。咁繼而再去講嘅就係嗰個發展，就係我覺得稍嫌正方嗰、那個回應係比較慢，可能真係要去到二副嘅時候咧，先可以回應啲比較核心嘅問題。其實好老實講，如果睇到呢條辯題，可能唔使五分鐘，我都會知道一定落 Mira 出嚟大把嘅，係咪啊？咁你哋其實要早啲去講咯，即係唔係講唔到㗎？好老實講，係咪啊 ？Mira 唔評論啦，但 Mira 係一個娛樂嚟嘅，佢係好代表到香港當時嘅一個諗法嘅疫情方面啦，係咪啊？喺大家冇一個韓國冇得去捧團一個天團嘅時候，佢係第一個喎。係咪呢個有冇代表性先？係咪啊？即係相反，呢樣嘢其實個本質唔係差嘅喎，係咪啊？咁同埋再講發展嗰方咧，就係其實呢個係一個即係叫做朝代嘅更換嚟，因為呢個其實喺你哋嘅二副嗰度講，最尾嘅時候咧講，其實可以講多啲，從呢個一副就講啦。即係而家呢三年係標立啫，啱個姜圖咁樣啦，落台揈完之後大家覺得好肥嘅，下年會選佢啦嘛。那個朝代係會變噶嘛，係咪？但係有呢個機制之下，那個朝代就會一路更新落去啦。相反，可能專業評審嘅時候，九十年代四大天王輪流講，係咪啊？講緊八十年代啊，譚詠麟啊，我老啲啦，係譚詠麟同埋呢個張國榮輪流講，係咪啊？再即係講緊近呢個即係可能二千年之後嘅，係咪啊？都係嗰幾個唱片公司嘅王啊咁樣輪流講，係咪啊？咁呢個係咪有方同學所講嘅一個專業評審所做到嘅啊？即係可以即係同。即係佢哋所講嘅會即係叫做同一同富一富，係咪？即係同樣有啲咁樣嘅道理。因為專業評審係行咗好多年啦，你哋有好多現況嘅例子可以同佢哋去做個答。咁我覺得呢點係真係要早啲去回應咯。因為你標林真係必講嘅時候，係咪啊？係咪要做多少少準備咧？係咪啊？咁同埋你俾反方屈咗你哋好耐嘅，例如講乜嘢咧？個口味好單一，可能要去到結面嘅時候，喂單一嘅喎，有冇朋友食喎？咁樣你數出嚟。啲數啊嘛，係咪啊？咁呢啲我覺得要去到可能後邊嗰、即係平時有辯論啦、二副嗰陣時咧，先至可以即係見到你哋嗰、那個喺主面建立到嗰條主線
候咧，好多字眼好模糊啊，即係講緊覺得以人為本啊，呢啲好大眾喜愛啊，嘅時候，其實有好多好實質嘅例子可以講嘅，大家嗰個質素係可以提高，國民嘅質素一路會幫朝代係會更替嘅。咁呢啲我覺得會係即係喺你哋嗰個論點之下可以可以嗰、那個即係去諗諗嘅一方面啦。係咁，至於反方方面咧，其實嗰、那個。你哋要講的地方是什麼呢？就第一樣嘢就是黑箱作業啦。呢、這個其實你哋講得幾好嘅啊，即係你問我的話就都有講到即係好專業咁樣啦，係咪啊？咁但係淨係講專業夠唔夠咧？我覺得都係同正方你有同一個問題，就是、你要做多少少功課。即係佢哋好專業，佢哋評審，即係例如我哋老師代表有 marketing skill， 佢哋會開會 ，OK， 好過即係一班考十啊，自己講攞攞成成咁樣啦。即係呢樣嘢係。啱地嘅邏輯，但係比較可能直線少少，係咪啊？即係其實專業評審係咪都要講多少少嗰個播放率啊？講多少少可能係即係一啲即係業界嗰個專業知識。可能開頭嘅時候你用咗啲外國嘅例子去講話啊，呢、這個要即係要可能同完啲咩乜嘢雲頻，你先至會有呢個咁樣資格。但係呢個係咪一個好普遍嘅現象咧？係咪我哋香即係我好多去到合場，大家都講香港啦，我哋翻香港，香港咪好多人都係咁。或者你哋舉唔舉到可能幾個資深嘅音樂人係咪啊嘅一啲資歷咧？我覺得呢樣嘢都係緊要，因為其實正如果甲方咧，佢可以好即係好清醒咁樣，一開頭就有邊啲人係咪啊？即係可能質你質得多啲嘅時候咧，其實你哋講就好難講啦，就純粹就係講話啲專業評審，專業就好專業咯，佢哋專業過係嘛？佢哋要知道將啲貨品入啊，咁嗰啲係咪啊？咁呢啲就未必真係一個好容易又係打出全場嘅一個論點咯。咁第二個方面就係講緊你哋好清楚連貫嘅嚇，咁啊講緊嗰啲透明度不足啊，講緊古天樂嘅例子都好精準嘅。咁但係可能有幾點咧，可能都留意多少少。呢、這個究竟係你哋嘅論點啊，定係人哋嘅論點？不過好老實講，就係如果人哋唔認就係你哋嘅論點啦。今場係嘅。咁第一點係乜嘢咧？第一點就係講緊嗰個公信力啦，因為建議嘅時候咧，其實三個點好清楚嘅，就係講公信力啦，講呢個樂迷嘅嗰個發展啦，即係有啲有實力嘅歌手會真係消失於喺大家個眼前嗰度啦，係咪？因為即係群選啊，一定係投標啦啦咁樣係嘛？咁然後去到後邊就係講緊情歌嗰啲單一化啦。其實好老實講，呢三個點咧，唔係個個都咁強，我自己覺得嚇。咁啊。有啲乜嘢可以我覺得可以做多少少嘅咧，就係、是、可能喺嗰、那個即係情歌質素嗰個單一，即係嗰個單一化嗰度咧，其實可以再著多啲發揮，我就會更覺得更加好啲。因為好老實講，如果講緊正如頭先所講，如果講緊專業評審方面，其實佢哋都會殺，即係呢廿年嗰個事實係佢都會殺好多歌手都係嗰邊個攞，因為佢哋背後係會有唱片公司，你要上到台要。DJ 佢轉推介嘅時候，你有一定嘅播放率，一定嘅投資喺裏邊嘅。咁呢個我覺得可以放翻輕少少會好啲，係啦。咁我暫時分享到呢度，唔該曬。冇得攞獎咁樣，咁係最尾個問題點乜嘢？其實我呢個應該係越翻越強運
爆紅嘅，突然間咧人都好中意佢，就想講咁樣，咁係咪佢落片嘅原型？我都係咁，即係同樣甲方都係啦。如果係有專業評審，你哋都要講下其實個問題啲乜嘢，可能佢哋揀出嚟嘅同大家流行或者大家熟悉嘅嘅，即係可能佢揀出嚟嘅一首歌係大家都唔識嘅，冇聽過。咁你要留講下其實個反應究竟會係點咧？會唔會令到大家覺得嗰個嘅工作量其實都好低？因為其實我冇聽過數據，咁點解會係譬如係最佳，或者呢首其實都唔同頻道？咁點解係評判揀出嚟就係咁好咧？會唔會有啲乜嘢嘅問題？我覺得你應該要嘗試下講下呢啲後果俾我聽，所以我先知道譬如如果以流行為主或者以專業為主，到底背後嘅問題係啲乜嘢？然之後咧，第二樣嘢係咧，我覺得大家。我覺得就係甲方呢點聰明嘅，就係香港都其實啲專業嘅獎啦，應該係有專業嘅人士去判定。我覺得呢個係聰明，但係我覺得粵方其實可以 challenge， 可以 challenge， 我覺得唔係。即係例如其實香港我冇清楚啦，如果我講錯都係唔好意思嘅，係應該係有分最佳男歌手同愛最美男歌手嘅。咁點解要分呢兩個獎咧？即係我有呢個疑問，會唔會係佢哋講啲最佳就應該由專業評審去最起碼就係投票咯？咁其實你睇翻嗰個頒獎典禮嘅 proportion 嚟講，以我嘅理解，最起碼應該唔係佔好多，即係我覺得喺個頒獎典禮入邊。咁你唔會質疑嘅係呢份政府甲方出呢個立場，會講其實可能你講啲最起碼冇錯嘅，俾你入份冇問題。但係嗰個真係停留於最起碼，真係以人氣為主嘅獎。但係其實其他有好多獎真係揀緊最佳嘅，咩最佳例如編曲又好、作詞又好啊，最佳男歌手、最佳女歌手、最佳舞蹈唱片咁樣嗰之類嘅嘢，係咪全部都交由專業評審咧？咁如果佢哋都同意嘅係咁。咁其實個 proportion 係因為為主啫嘛，唔係就得一個。咁所以我咧其實呢方面其實都可以 challenge 下咧，可以問一問對面咁。咁其實而家香港嘅樂壇分最佳同我最喜愛係咪其實分錯咗？喺呢啲眼中其實咪嗰樣咪一樣咧咯。之後其實大家都係以人氣為主咁望，即係一樣咯，大家想投票咯。即係我覺得係咪咁樣？我覺得呢啲係公司上面可以再問多少少。同樣地，我覺得其實雙方都可以用多少少現時頒獎典禮嘅情況去問啦。我覺得呢樣嘢尤其是對於粵方嚟講係較有利，即係我因為而家好多嘅頒獎典禮都係由專業評審去做噶。但係聽有冇啲乜嘢好大嘅問題，例如佢哋所講黑箱作業嘅問題咧、利槍嘅問題咧，即係我覺得你可以問多少少。咁到底而家邊個係咁？因為佢哋嘅例子就係、是、我最入腦嘅就係鄭欣宜嘅例子啦，就係、是因為啲人對。啲人同鄭欣宜嘅媽媽好熟悉，咁所以咧就會可能會黑箱作業，佢覺得可能少啫。咁但係槍係唔係先？同埋即係我個人而言，我覺得如果真係咁樣講，其實鄭欣宜都紅咗好多啦。即係因為其實而家大家覺得可惜嘅位就係佢好似好似先同大家覺得虧欠咗啦。但如果係咁樣嘅話，咁點解佢唔一早就紅啊？或者啲問題其實都可以問下對方咯。而之後咧，我覺得雙方比較可惜嘅位置就係好多嘢咧都係好似先出嚟，主要都係二副先出嘅。比較可惜嘅，即係咧，例如啦，正方其實你哋開頭就係大膽嗰啲咩唇齒相依啊，跟住投票嗰啲係可以更加點講咧，有個公平啊、公正嘅程度咁樣。但係你冇好同我對比到就係、是，如果一大堆人投票比起一小撮人投票，佢哋嘅分別係啲乜嘢？點解你哋覺得更加有公正性啊？即係你哋就好訴諸於我嘅想法就嚇，咁點解唔係一大堆人投票咁好啊？咁但係你都要同我講，其實最尾背後點解咁好咯？同樣地，我覺得咧，粵方都係，粵方覺得都好可惜嘅係，你哋應該要講得出就係、是，當然啦，我同意專業評審有機會佢哋都可能會好主觀嘅，或者有機會佢哋都可能係黑箱作業，但係呢個係機率嘅問題，即係你諗下，你哋有嘗試講，即係個因素就係大家投票係基於啲乜嘢去投票，但係你哋冇提出好多例子同我講係根基於啲乜嘢嘅因素。即係咩意思咧？你去到二顧有個位先講話，哦，可能因為佢靚仔而投票嘅，可能因為我唔知我好中意佢嘅，好搞笑嘅佢個人咁樣而投票。我覺得呢啲其實應該一早就要問對面，你如何確保啲惡唔係因為咁樣而投票？但係專業評審就唔同啊，專業評審
複雜的位置是在於咧，其實無論演出都好咧，其實都係好難教，我覺得上課，因為喺呢一條辯題底下或者呢個背景底下嘅最好就梗係一個平衡啦。咁但係如果 argue 放任放一邊嘅時候，其實好難去將所有例子都演得好好，或者將所有價值都講得係最完全啦。咁所以喺呢咁價值觀衝突嘅，或者係咁 balance， 或者係冇辦法去有一個絕對勝負完勝的情況底下，一場比賽勝負的關鍵咧，我自己覺得就有三樣嘢。第一樣嘢就是你有冇拆分到對手標準，第二樣嘢就是你有冇去拆解對手例子，而第三樣嘢就是你選取咗啲咩價值同埋市場出嚟嘅。因為其實兩邊一定有部分道理，如果唔係咁現實世界冇咁 balance， 但你選取啲乜嘢嘅論點出嚟同人哋嘅交鋒，就會影響到對你觀眾嘅評分俾到幾多少。咁所以我重點講啦，呢樣嘢就係關注標準嘅問題，就係咩音樂啊？我會覺得今日夾科係 consistent 嘅，但係你 consistent in the sense 上嘅後面嘅營運推進夠去支撐你嘅所謂大眾嘅價值觀，即係講好多大眾接受嘅嘢，就應該係咁啦。我哋應該反映集體回憶啦。咁我會期待能夠話好有 temperament 某啲嘅特長嘅歌曲去想去構建到呢個集體回憶，又或者係點解一定有樂迷選出先能夠最體現到呢件事？我覺得佢哋學場係咪話冇覺咧？有嘅，但係對於對手喺呢一方面立場上逼近比較少。譬如你會數到柴犬神，但係柴犬神呢件事除咗講過一次之外咧，你冇真正逼近到反方要你承認啦。又或者其實唔止柴犬神，有好多其他歌曲佢人話咁都係一個特別嘅一個選項嘅，即係有冇足夠嘅呢一啲咁嘅講法去延伸你對於大眾考慮嘅東西，點解係最符合一個音樂應有元素呢件事嘅延伸夠唔夠咧？我覺得係可以再多。而反方嘅呢一方面咧，其實個處理咧唔係咁多，即係反轉流行曲呢件事係咪本身應該反映大眾？你只不過話仲有其他角度。所以其實某程度上你係承認咗佢哋嘅某啲嘅標準，但其實你主持上係咪真係設計上想承認大眾變人咧？其實都唔係。譬如你主面像有幾多句問題，咁公眾會考慮啲乜嘢因素去投票咧？但係你問咗對手，對手其實有答案嘅，就係集體回憶咯。咁但係你哋又覺得公眾考慮咗啲咩咧？我覺得呢一個反而係你哋即係對手今日嘅策略，就係甲方不斷去主要去攻擊朱延平爭到得到。但係你哋對於樂迷做得唔好嘅攻擊又夠唔夠？譬如啦，如果你話公眾考慮啲咩，你用古天樂例子，但係你對於古天樂呢件事嘅延伸，我覺得係麻煩嚟嘅。即係其實古天樂呢件事，你去後面嘅講法就話，佢自己都覺得自己唔攞到獎，個對手就唔識莫文蔚，佢話唔攰嘅，冇得唔覺得自己攞到獎。文蔚佢成日話自己唔攞到獎嘅，咁但係佢背後嗰件事，其實古天樂嗰件事就係部分嘅講法都。但係有啲講法就係話想睇唱歌嘛，即係想食花生啊嘛。咁你就如果你嘅對於呢個例子演繹係能夠話到俾人聽，係好多人係因為啲非音樂有關嘅元素去投選咗個音樂嘅獎項嘅時候咧，我就會開始覺得，喂，我會見到嗰個大眾嗰個所謂同個質素之間嘅距離喺邊。而你冇咗呢一層嘅演繹嘅話咧，我就只係覺得你問咗個例子，而個例子被攻擊到。贏到對方，咁我會覺得係你除咗問對手，覺得公眾考慮啲乜之外，你更加要話到咧，其實樂迷會考慮啲乜？呢樣嘢我覺得係不值得考慮。咁而到反方今日提出嘅標準咧，我覺得今日元方今日提出標準咧，我覺得甲方其實係冇真係好跳入去拆解過。甲方嗰份嘅做法就不斷重申大眾做大眾接受嘅就係音樂，但係其實元方嘅標準咧，其實都跳跳地，同埋有啲嘢係唔質疑到。譬如他說要多元化，其實他的多元沒有解釋得很清楚，多元是多元的嘛。譬如他後場會說是新人要多元，要多一些新人的機會，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UTV 的新人都是新人穿得很好，那我都可以投 MC 人，我都可以投他穿安人，那我們一樣都是可以透過公眾樂迷選出的形成，是不是都可以關注多一些新人，是不是一定是公眾樂迷投票和多元化的我覺得其實在甲方對於對手開出來的一些標準的質疑是不是很夠，你只是不斷強調大眾支持的就是好音樂，但是對手認為的好音樂，例
第二樣嘢就係例如呢場嘅教學啦。我會覺得有啲可惜，因為呢場咧你就走，我好 expect 投低嘅時候，大家喺度爭拗緊同一首歌，佢背後嘅攞獎同唔攞獎，引人民意，跟大家嘗試嘅意見，但我覺得冇乜呢一方面嘅教學。譬如今日反方又提出，亦都有提到係林義文，即係為咗選咗全民組成之後咧，就含咗佢最期待嘅歌手。我會期待其實甲方去問問，咁有咩問題咧？就係以前認識佢，跟住有全民造星，我哋發現佢值得攞個獎，專業推介都冇佢獎，但係我哋又覺得我哋應該加佢佢，原來我哋發現咗啲創作特質有咩問題。咁所以如果你覺得專業評審咪能夠發掘一啲冇人留意嘅專業博物，係咪都可以其實某程度上做到咧？唔係下下都二樣化咧。咁我覺得如果甲方能夠針對啲例子去咁樣打嘅時候，就會有唔同。咁譬如粵方都可以嘗試去 challenge 一下對手，關於大眾。即係我頭先講個古天樂嘅例子啦，我覺得其實你可以延伸多少少啦。咁另外就係關於 Mira 呢件事咧，我覺得甲方有好多意見，佢回應到，即係我覺得某程度上，我唔知道甲方係咪覺得本質比較弱啊，即係可能等嗱啲回應鏡中鏡嗰啲啦，佢啲啊咁樣啦。但係某程度上，我覺得甲方係，如果你能夠拆解到啲例子，係能夠將你嘅立論係再進一步升華，你能夠解釋得到，譬如啲人投張圖背後嘅原因係點樣？假設佢真係因為佢性格好好，好謙虛，好努力點都好啦，而佢令到佢呢一個人帶出嚟嘅音樂嘅能量，令到佢有增值嘅話，咁點解呢一件事嘅過程值得加嘅？即係如果我睇完一個人冇錯，可能佢唱功真係麻麻地，但係因為佢嘅歌俾到力量，我係唱唱得唔好聽，但係我都覺得好。好有觸動嘅，即係呢個就係你所謂嘅共鳴啊嘛。咁如果你能夠將呢一啲嘅例子透過破，即係透過回應例子，然後再將佢背後嘅價值攞出嚟一個方式嘅 demonstration， 會唔會令到你件事係更加出名？咁我覺得就係欠缺咗呢啲喺例子上教學部分，你都想俾創作精彩。而第三樣嘢咧，想講嘅就係選取戰場部分，即係我覺得今日大家選取嘅戰場去到中後段咧，其實有啲。咗佢個制度應該點樣設計，包括係有黑箱作業嘅問題。但係呢啲嘢其實同你本即係第一，佢升華嘅空間好有限，即係你最多就係講到有啲嘅制度嘅問題。但係針對住一個可以完善嘅制度，個壞處有啲大咧。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嘅交鋒就係、是，我覺得係打到火咯。咁但係打到火就係、是、譬如係甲方 base 嘅，咁我哋會見到你嗰個位置未分，就變得係二啊零點零即係如果你係個後場。你延伸入都係講緊黑箱作業嘅問題，咁對手又做咗一定回應，我又覺得係完全贏嘅。咁但係我就只能夠俾個回應嘅咯。咁你背後其他靚嘅聲環冇曬，即係可以延伸嘅地方就會少咗。咁你某程度上選出戰場嘅時候，你選出咗一個你聲環嘅空間同埋反駁嘅空間比較狹窄嘅戰場，咪變咗你喺後面攞到嘅分數會比較少，你哋比較強。所以其實某程度上選出戰場都係重要。而最後想 wrap up 成個比賽咧，就延伸一啲頭先喺評會或者喺陳述都冇乜點討論過角度啦。大家講咗好多音樂啦，好多樂迷啦，專業評論啦，但係頒獎禮冇講過。即係其實頒獎禮嘅角色係啲咩咧？即係會唔會喺我唔知道，即係頒獎禮嘅角色，如果喺粵方角度，可能就係覺得佢應該要交俾一啲不被認受嘅音樂人。咁其實你可以延伸就係、是，即係譬如有啲播放率嘅五億萬大獎，咁嗰啲唔係就係攞嚟交俾啲好多人中意嘅歌手。咁但係頒獎禮嘅原因係咩事？咁我會覺得，如果大家能夠構建一個頒獎禮，譬如跟住粵方覺得應該俾個平台大家嘅，譬如甲方可能覺得頒獎禮係一個 party 嚟嘅，將大家最喜愛嘅音樂都擺出嚟，我哋為時代構建啫，咁都可以嘅。咁但係我覺得對於頒獎禮嘅呢件事嘅判斷，或者覺得頒獎禮要相對咩 purpose， 我覺得大家可以。但係呢啲雙方冇講，冇特別加緊分。咁另外就係關於你嘅方案同埋比例上嘅爭拗，即係呢一條即係專業選手為主嘛，即係特登留咗個灰色地帶俾你。但係大家似乎係冇乜意欲想善用呢個為主嘅空間。即係雖然甲方就係話喺幕後大獎就可以有翻專業評審選嘅，但係你都知道話佢拗嗰啲幕後大獎咧打出嚟嘅時候，跟住嘢開出嚟，咁其實結果都係大家都係全清咯，就係、是、不斷就覺得全港為最好嘅呢兩串。專業評審制度，但係其實係咪可以有啲咁樣嘅空間咧？例如假設，如果今日甲方講咗咁多相作業嘅例子，對手回應就係奧斯卡啊嘛，咁你咪話好咯，我哋就淨係保留
一個最權威嘅專業手掌講，其他全部都係公眾人物，得唔得？你話想俾個俾人見到嘛？佢哋嗰個獎項咪俾人轉到咯，一年一次俾人見到。但係其他嘅歌手樂迷參與嘅權利會唔會一個即係喺其他 aspect